这也快过年了，一直忙着家里面的事，也不经常出去逛街。这好不容易抽个空，给他仨一人买了一身衣裳，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。我这会儿给他们送过去。哥，嫂子。来一会儿。嗯。弄雨了这是？啊。哎呦你，哎呦这女人脸咋了？他姐们没材料，一下要从床上掉下来。小孩们吗？小孩们吗？人能招呼呢哈。哎，对了，这不是我过年的吗？给他们买了几身衣裳，他仨一人一身，都是试试。都有衣裳穿，你也没买衣裳。就是的，你们不用给他们买。咦，过年的嘛，都得穿一身新衣裳嘛，也不知道大小合适不？他们长高了，我也不知道这个门中不中。走，这黑的，嗯。哦哦，可以，姨姨，你谢谢姑姑吗？谢谢姑姑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啊，给，这是他啥的红包？给他给他妹妹一个，给他哥哥一个。姑姑我不要。没事，拿着吧。红包给姑吧。哎呀，拿着，哎呦，你别给我了，娘。去给恁哥一个，给恁妹妹一个，不用给我。哎呀，给你了给你了，那你拿着，等会儿给恁姐姐哈。那你说谢谢姑姑。这边说话也轻了啊。那个燕娥闺女咱妈不是给咱大三不是没有带手机吗？嗯，没事啊，没事。我也客气了，给他。这个人咋样？感觉我也没有啥眼光，挑的这个款式也怪普通的。好看，好看。他合适都中。没事吧？我先给雨姐姐，等会儿愉快啊。中啊，等会儿我也给你找着吧嘛。等会儿咱俩吃，别回去了啊。中中中。都是咱大爷拿回去的啊。行，嗯。您这个我都感觉嫌小了，也不知道中不来。这个是幺幺的，嗯。走，娘，记住穿的。妈妈给你试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今年还没有买新衣裳呢，好像。哈哈哈。给你买去吧。我不要，你说你还要啥？不要。穿个睡衣也能出门。买个袄嘛。反正穿个睡衣，过年了怪暖和的，算是。来试试，不知道小不小？这咋是200呀？哎呦，我拆开了的嘛！不是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给100都不，你给恁些。哎呦，赶紧算了，你给这猴儿都再拆嘛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看看这个，我形容形容这个嫌小了，不小的中。乖，客气。好看，好看的着。你是乐不乐？站着，站着，叫姑姑看。我瞅瞅，我瞅瞅，来，宁宁让我瞅瞅。咦，你更好看的，嗯。可以可以。新年快乐哈！你不说新年快乐吗？新年快乐！啥鬼啊？这都是个。